啊，宝贝啊，嘿嘿，青梅啊，绝对无去。不一样的。没有不一样啊，都比较黑一点而已啊。对啊。好啊，他走了、哦。你准备上应该拢嘿啊，较会食啦，较深一个。恁住遮尔个哦？无啦，我无住伫遮。
哦，哦鱼啊，石目鱼啊，太屌了吧！太强了，竟然还中石目鱼。要过年后。嘿。过年后这里是大吃。是哦。嗯。啊，一样都是吃粉的哦。哦，够大吗？可以哦。要不要帮忙？可以哦。今天风太大了。哈，你要喂猫啊？哦，你要喂猫。
个是钓漂的呀，钓漂的哦。对。不能钓成体啊。面包是真的比较会散，钓起来都是丝木鱼啊！哇，真的嘞，我有别的鱼种。嗯，所以那鱼，你大概如果说过年后的话，比这还大的话，你的鱼钩你大概就是要用二号、三号就 OK 了。是哦，要不然人家哈下面都会放那个三钩的。连钩啊，八度的话，对，先他用二号钩，他用二号钩在上面钩料，然后下面用用八，他在吃他就直接八改了。这个都太小了，我们以前钓的都比这个两三倍、三倍。要给他长大。你别看这样，有的人喜欢钓，都钓这个小的，都拿回去煮啊。啊，小的抓光了就不会长大啦、啊。这里如果涨潮的话，冬天哦，这个丝木鱼，因为什么会这里进来？这里的水是温的。哦，因为它上面的那个水下来是温的。对对对。丝木鱼呢，它会跑来这边。跑来这边取暖。在这。难怪。我钓那个什么变身捕，知道吗？哎，我知道。这个手掌那么大哦，那也不错嘞。变身虎那么大，游到这边来哦。对，它这里好多、哦。还有什么钓吗？黑皮嘛，因为我比较常去海边，鹿北那边钓、啊，鹿港那边钓，那边很多变身虎啊。哎，对，那边很多变身虎，海边对。它每个地方其实吃还是有点不一样。对，你讲这个是正确。变身虎在鹿北，它不吃，不太吃黑皮。他、吃蓝鳍虾跟练了。那、你说这边我倒是相信，因为他这个，对，他都来很多那个，嘿嘿，而且他应该吃那种淡水的吧？嗯、那个黑底还是有分海的跟那个啊，嗯、对不对？啊，有的只吃海的嘛。对，像我到县西，去钓丝木鱼。嘿，我用面包钓都。用面包钓，或是买这些什么这个电的乌鸽碗什么去钓，他不吃。后来那边的老人说，你要用这边的青苔、啊。对。啊，还真的用青苔就 OK、啊。那个在地的问一下，对，请教一下嘛，哦。是去那个县西那个河道还是提案？那个河道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那个超多在地老人超强的。对。哦，那个每个都很厉害。对。那个跟他们聊一下，他们都很热诚啊。只要说你不要乱丢垃圾或什么的，他们都很乐意跟你聊天。我也之前常去啊，他们钓那个海乌龟啊，钓乌鱼啊，钓那个丝木鱼的各每一个人都自有一套。对。我在钓，那老人就在旁边看。啊，少年来，你先安尼钓来，我来做门。哎呀，很热心。他还在教我，很热心呢，真的，不会脸看包啊。对，那边我蛮喜欢去的啊。嗯，因为那边盖了一个平台。对。啊，现在比较多人，之前有一阵子蛮多人在那边钓乌鱼的。嗯。最近就还好了。对啊。要等冷一点的。哦，你是说那个乌拉杠的那个一个一个那个哦？哎、那边现在开始很多人在那边钓 OK 啊？哦，那个不错了，那边还不错，那边这个时候水脉，因为已经看到人潮了。像溧水那个我也常常去啊。哦，溧水渔港那里啊、哦。对啊，要早点去，要不然位置都被占了。这个时间应该也开始。很多人的哈、哦，拉起来也是小小的拉，就是那样。对呀、啊。
鳄鱼就很有冲劲。哦，在这里哦，如果冬天你要这里再拉乌鱼，哈哈，整个杆子在那打，大家都要拿起来，他大家要拿起来，不然就会打到啊。那乌鱼跟乌鱼之路鱼，它会冲啊，场地又小。对。不过这边钓真的是蛮舒适的啦。对。我们是最怕外劳。外劳来网鱼。对啊，他放网子下去。啊，放网子。他们放网。对他，如果说我们，比如说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哎，休假嘛。对啊。小武昌啊，
顺。天后与阿福啊，腰，挺腰的。汤太贴紧，太贴紧阿福多，我基本上掉两盖了。钓两次以上，这都是钓沉、钓贴底、钓漂的架杆器。到这边，水差不多涨到这边了，这边差不多，那里试试。好，我是伍佰啊，现在在这个大肚这边，好了，准备回去了，下次有机会再来吧。这边还不错，应该什么海鱼都有，有机会再来这边钓。OK。